人民日报 AI 相面相中的不过是你兜里的钱，一张照片就能看透人的一生，点点鼠标就能预判前程，动动指尖就能掌握命运。近年来，打着大数据、人脸定位、人工智能等旗号的 AI 相面不时在社交平台上传播，网络时代、占卜、算命等封建迷信活动花样翻新，玄而又玄的 AI 算命在线占卜让不少人上当受骗，号称免费，常常付费才能获取完整报告，用户切换照片角度就能测出运势，如此种种无不显示出所谓的 AI 面相，实则是坑你们商量。不仅如此，授权使用个人信息上传脸部照片还存在隐私泄露风险，对于治理者而言，封建迷信不断改头换面，监管也必须与时俱进，同时更为关键的是要以科学知识提高大众对这些迷信活动的心理免疫，只有科学精神深入人心，封建迷信才无处遁形。